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一节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对以便以下更到阿实突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更入大军的庙，迄伫大军的身边。隔日清早，阿实突人起来，看起大军趴倒伫亚花的约柜前，面趴伫地，就将大军搁徛伫原位。四节，搁隔日清早起来，看大军趴倒伫亚花的约柜前，面趴伫地，搁大军的头甲两只手拢伫火顶顶压长，只剩落大军的残体。为着安尼，大军的祭司甲一切入阿实突大军的庙的人，拢无打大军庙的火顶，直到今仔日。六节，亚花的手重重加伫阿实突人身上，败坏因。予因生痔疮，阿实突佮阿实突的事件拢是安尼。七节，阿实突人看起这个光景，就讲伊说的神的约柜唔通留伫咱遮，因为伊的手重重加伫咱，佮咱神大军的身上。八节，就找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因讲。咱对以色列神的约柜应该着怎样设法呢？因回答讲，通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去加特，就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遐。九节，运到了后，亚法的手攻击迄个城，让迄个城的人大大惊吓，无论大小拢生痔疮。因就将神的约柜送到伊结论。神的约柜到伊结论，人就发起来讲：因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咱家，要害咱甲咱的众百姓。十一节就差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首领来讲：愿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都送去本所在，免得害死咱甲咱的众百姓。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迄个城。城中的人有因为惊吓来死的，无死的人拢生痔疮，通城呼唤，声音叹到天里。